湾滨崎步王彩华结婚后育有两个宝贝女儿，过着一家四口的幸福家庭生活。最近她在社群平台透露，她的小女儿今年已经高中毕业了。她在脸书赶紧发文写下：“谢谢校长和老师，把我的女儿教得这么好。”称赞小女儿个性善良体贴，非常善解人意，而且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。她同时在贴文中表示，她小女儿毕业当天并不知道她会到现场，所以当时她突然惊喜出现在现场时，她小女儿看到她时很激动，还因此一直哭，让她也跟着小女儿一起哭。特别引起讨论的是，她罕见公开老公的照片，晒出一家四口幸福全家福照片。她最后跟小女儿说：“妈妈和爸爸及姐姐永远都爱你，希望女儿可以永远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”Bye.